一年一度的南部非洲国际贸易展盛大举行，全球30多国数千种产品参展，参展台商也从去年的8家增至16家，看好非洲市场潜力。非洲的商机呢，我们政府国家跟民间的厂商也越来越重视，我们希望这次呢能够带来更多的更大的商机，为我们台湾跟南非，事实上不止南非，跟非洲各国的贸易呢能够进一步的发展，进一步的拓广市场。国际贸易展堪称是非洲最大贸易展，由于成果惊人，年年扩大规模，台商这次也展出产品，包含水龙头、净水器、汽车零件、新娘礼服与晚礼服布料和袜子等。驻南非代表特别到场为台商加油。在南非清关货运公司服务的台商欧阳金也说，诚挚希望更多台商能立足南部非洲，放眼全非洲，成功拓展商机。